亲爱的，我们今天吃什么？随便。那我们吃火锅吧。不行，吃火锅脸上长痘痘的。那吃四川菜。昨天刚吃了四川菜，今天又吃。那我们吃海鲜吧。海鲜不好，要拉肚子的。那你说吃什么？随便。那我们先不吃东西了，我们干点别的事情。都行。那我们看电影吧，很久没看电影了。电影有什么好看的呀？耽搁时间。那打保龄球，运动运动。大热天的运什么动呀？你不嫌累呀？那我们再回去杯咖啡吧。哎，喝咖啡影响睡眠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？都行。那我们干脆回家吧。看你。我们坐公车，我送你。哎呀，公车又脏又挤，还是算了。打车呢？那么近的路不划算，那走路好了，散散步。空着肚子的散哪门子步去啊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？看你。拿钱吃饭。随便。吃什么？都行。